30分钟爱登士家庭妈咪的 makeup， 黑色、白色、灰色的 eyeshadow， 一号大红色的唇膏，同埋夹直啲嘅头发。咁咧 ，Halloween cheap 嘅 makeup 咧，通常咧都系会好伤皮肤嘅，咁所以一定要做好嘅准备功夫啦 ，prep 咗个皮肤先啦，搽足够嘅 cream， 咁之后咧打底，搽定啲自己平时会用嘅粉底啦，咁咧先至用其他白色有颜色嘅上个块面度。系啦，咁然之后咧就搽 concealer 啦，跟住就 mix 一啲白色同埋自己嘅粉底落个面度，唔使太白嘅，比平时再白啲得噶啦。咁然之后咧，我就会用黑色嘅 eyeshadow 咧，就去画高啲嘅条眉啦，因为嗰个女主角系咁嘅样噶嘛。咁然之后咧，就系用灰色嘅 eyeshadow 同埋黑色嘅 eyeshadow 搽起眼睛上边，咁然之后深色嘅黑眼线上下线画晒，咁然之后咧就用灰色嘅 eyeshadow 咧就做打面嘅 blush， 系啦，咁你见到我一路加到去颜色相够为止就 OK 噶啦，自己睇下啦。咁然之后咧就红色个唇膏搽完之后咧就搞掂啦。咁啊落妆就亦都系非常之容易嘅，一分钟 makeup remover， 咁然之后咧就用 Lumi Spa。兩分鐘令到嗰啲粉底啦，全部喺個毛孔裡面都洗得乾乾淨淨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有暗瘡同埋敏感皮膚噶啦，就係咁簡單。